美华，真歹势，你一点点的希望全部破灭。我连咪都会去看我的行李，正式带你去黄家，我嘛会正式霸占原本属于你的眠床，我嘛会正式名正言顺抱着你的红尘困。你即摆这个态度是伫跟我呛面，讲你已经让我红米花心。我今日用大大方方走入去黄家，虽然讲你是嫁给黄太太，也不过你根本就无法度阻挡我。敢讲你无愿意承认，你已经输我。林安呐、啊，这你早也是想。明华姐，林安呐，只要你一讲无正式入黄家的门，你就无资格安尼叫我。黄太太，安尼叫你会用了？林安呐，我实在是想无呢。我才熟悉你无偌久，进前甲你无冤，后来甲你无仇，你是安怎会这么怨恨我？要来迫害我幸福的婚姻、美满的家庭？你讲的无唔对。咱之前是无冤嘛无仇，所以伫咱第一届见面时阵，我嘛想无啊，是安那你对我的第一眼就开始伫咧针对我？你认为我是倒一点伫咧针对你？你知影我要做总裁的秘书，你着用英文伫咧考我，你敢搁会记哩 ？I don't have any secretary experience, but I trust that I am the best person on this job.歹势，那可能是你误会啊。因为迄当阵啊，我知影你是为加拿大留学转来，你的英语不管是听、写、讲，拢真好。所以我一时无想遐尼济，只是想要甲你用英语讲话而已啊。好佳哉吼，我是真真正正留学转来，要若无当场我就互你考倒，嘛死甲真歹看。所以，我对你的第一印象就真歹啊。我认为你对我充满敌意。后来我嘛证明，我这份的感觉是完全正确。你处处伫咧针对我、提防我，敢讲你敢唔承认？这点我唔承认，也不过我嘛未否认啦。因为总裁伊个性风流，所以我对公司所有的女员工拢有伫咧提防。尤其是亲像你这款生作袂歹的女职员，哼，你敢搁会记？有一届你把我叫去你的办公室。你想要用话套我、试探我，甚至你话中有话在咧警告我。唔免猜想这代志，唔免想过打扮，更加唔免甲总裁想过接近。你只要做好你必须的 paperwork 就用了。哪里又搁认为我一边，又搁有啥物唔对啊？吴太太，这有可能是早起来小心眼，或者是讲我的心肝内对你本来就有意见啦。所以，伫你迄个行动以后，我对你就更加反感。当然啦，我嘛必须要承认，黄志良甲刘玉英伊这对母仔囝伫我面头前撒浪，嘛产生了一定的作用。后来，佮加上迄个黄志忠，伊嘛用同款的手段来咧试探我、警告我。所以我对你，啊，佮有对黄志忠，都更加反感。说落来，我莫名其妙叫人开除，竟然完全的无法理由。黄太太啊，我借问一下，若换做你是我，你有啥物感受？你肯袂抓狂啊？要唔过迄当初你甲总裁已经有分外情啊，敢讲这个理由、这个原因，还阁无够开除你？迄个时阵你敢有证据？无嘛，你敢若是伫咧怀疑？一直甲我亲嘴讲出来，这件代志才撇空的。若是讲，今日我和黄总裁无发生任何的关系，那安尼我是咪莫名其妙就予恁开除啊？洪美华。你是头家，你唔捌做过新郎，可能你无法度了解做一个员工重要。除了迄份头路以外，伊的名声对伊嘛真重要呢。敢讲你就因为这个原因，你就唔肯放过我？当然，我的北肠无遐尼啊下啦。其中有一个上吊的原因，就是黄冰春，伊把我当作是卫生纸，有需要就用，用了就弹掉，拜托个。就算今日去开查某，嘛爱先问过消息，付钱哦，伊对无？
敢讲我伫文村的眼内，比一个趁食查某更加不如。红美华，白白咱拢是查某，白白咱拢甲有夫之妇发生过婚外情的经验。若是迄个时阵，黄冰春伊对你都亲像今日咧对待我同款，那来我借问一下，你敢袂扣分？你敢袂抓狂啊？平安呐、啊，你的意思是，你是跟我讲明的，你用尽办法，用尽手段要入来黄家，你就是为着要对我甲冰春展开报复，对无？无一定。这道我看去入去黄家，恁是安那对待我？那恁对我较客气，对我较好嘞，我心肝内怨恨就应慢慢啊消毒。那恁咱两个人，嘛应平安无事，甚至讲咱应互相尊重啊。林安呐、啊，今日我来找你，其实除了想要知影你是安怎怨恨我的原因以外，我的心肝内还存着一点点啊希望。希望会当说服你，卖入来黄家抢我的红线，破坏我的家庭。黄美华，真歹势，你一点点的希望全部破灭。我连咪都会去看我的行李，正式带你去黄家。我嘛会正式霸占原本属于你的眠床。我嘛会正式名正言顺，抱着你的红线困。你即摆这个态度是伫跟我呛面，讲你已经赢我红美华是？我今日大大方方走入去黄家，虽然讲你是嫁给黄太太，也不过你根本就无法度阻挡我。敢讲你无愿意承认你已经输我？林安呐、啊，做信德的代志是一定会得到报应跟加持的，这个道理敢讲你唔捌是？我所做的代志，那是失德代，哪会叫失德代？啊，你较早敢毋是已经做过？也毋过，我看你今日规丛菜伫遮，阁活了好好，我嘛看袂着你有得到啥物报应甲假死啊？哪呢？我咧惊啥？我是安怎无报应？你的出现就是我的报应啊！林安呐，今日听你讲遮尼侪话，我想。我想要靠近你，卖入来黄家，应该是无可能啊。我嘛相信讲，到目前为止，我黄美华是已经输你。也毋过，咱若真是要打，那咧明仔，你正式入来黄家的大门以后，咱大无细议的战争，才叫做正式开始。卖怪我即个做大母无提醒你，我黄美华是啥物款的人，啥物款的出身。你若是无清楚，欢迎你去探听。你会用用的手段，会用用的心机，我拢会晓。无定着，我阁会用了比你阁较高明。今日我好好甲你苦劝，你唔肯听，迄就等于是我红米花捧着一杯敬酒来到你的面头前敬你，你煞把一杯酒倒掉，那你煞落来，就莫怪我只会当劳罚酒给你啊。我已经真久。无对家己讲过一句话啊，迄就是心肝掠瘫痪，希望到时阵你忍受会着。我林兰，食清饭等你。